攀登鼠狼尖之前，我们在聚落里遇见一群晒棉被的陌生阿嬷，他们热情邀约，要我们在清明之后重回鼠狼，品尝在地美食。这种食物的原料有很强的季节性，过去都是出自乡间妇女之手，专业化生产之后反而吃不到以往的田园风味，于是我们满怀期待重返鼠狼。这很特别哦，一般我们都看到是用那个石头去压，让水流出去哈。哎，这个阿嬷他们是用这个棍子哎，哦，有在查，有查呢哈。三万呢？还在吃哦。压住。阿嬷你几岁啊？阿嬷八十五啊。二十年左右。哦，八十岁啊？82岁。哦，今年一百年嘛，八十岁啊嘛哈。哦，身体阁真好吼。八十一啦。阮爬山了吼，巴肚枵的啊，啊，等下使食你的粿无？会哦，你请安尼吼。现在等这个干掉以后，就是比较硬了，那大家一起来揉，就做七卡粿嘛，吼。阿妈，你啊，这拢较上学呀？这哪着学？这阮较早就爱就做来啊，啥物要较上学？山顶人教伊生活啦。哦，阿妈真趣味哦。来哦，好食的粿哦，来哦。七卡粿啦。七卡粿哦，这足好食呢。啊，即马拢有搭嘛。有啊，这足搭呢，敢那米呢，三个米粉。阿妈他们反正姜都挤掉了，所以现在就很干的，然后可以开始揉了。煮米，糯米。啊，即马在我铲子。按盖勺。完了。锅都按盖勺。还炒开，这是啥？七卡就是这种。哦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原料啊。那个阿妈说这叫七卡啊。四卡菜园，阮家己种菜，我哪会发啦？哎，啊，这足轻哒哒呢？对啊，足无起来啦。哦，啊，这是安那处理的？啊，都爱拍啊，拍啊，正要做四卡粿，才落去滚滚羹啊，羹啊粉。哦，爱先泡哒哦，会使片者。会啦，先去片拍。会啦。哦，有一个香味呢吼。哦，啊，这这是花。花。哦，野花哦。哈，刺卡粿就是从这来做，一定爱从这来做。刺卡就是我们说属菊草了哈，属菊草。头大呢，后尾做这款粿吼，哎，爱来煮，过来滚滚滚烂烂。就是这样。哈。哦，我再问这阿妈，啊，这是安那变安呢？这吼，即卖无，咱就爱洗了洗足侪遍哦。无有刷，咱本来是下身就是刷落落，啊，一遍过一遍，咱直直洗洗到迄个汤啊底，若无刷去哦，才会使落去。锅子里面哈，落去滚，滚超了3个钟头、4个钟头，慢慢啊好滚。啊，滚到熟的时候，用个迄个较早拢用个菜刀啊，剁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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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剁，啊，搁锤安尼啦。啊，锤到足油安黏吼，袂安尼干死的安尼，才会使落做粿。这要处理足久的哦。啊，即摆再搁放个鼎了汤吼，啊，搁花生油拢家下去个鼎，啊，将这刺头油呢，再个倒落迄个番鼎底落去。落去煮，啊，煮到羊的时吼，再给开了粿就落去吼，啊，再来暖，啊，暖就变做乌色安青青，乌青呀吼，这会使参加落来，是第二家落来，乌青哦，啊，即摆乌青落去哦，再来黏的，啊，较无可能古早是拢无，讲拢青青就做，啊，即摆吼，大家有人做食材。有人做熟菜，拢安尼，拢规鼎去人床底，啊，即摆揢再来带去番手扒鸡吼，啊，黏一碗啊，黏一碗，啊，再来包鸭，安包，啊，看你鸭要用咖喱鸭、红豆啊、菜脯米、咸菜、绿豆啊，迄拢会使在咱做蚵仔鸭嘛，足好食。哦，啊，你放啥？油，来煮菜。哦，搁要放这油啊？无够，再好食，再 Q 啦。阿妈，这满安怎啊久啊？我甲这三只青拢会爱黏我来吼，安尼规碗会规碗卖安尼，安乱七八糟的时才会做。阿嬷说这个糯这个是要看功力的，就糯到就是都聚在一起，都是黏在一起，这个黏度够不能散开，这样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再看特功夫了吼。古人说"礼失而求诸也"，
现代人想学气卡贵，只能到像鼠狼这样的小聚落里寻找年长妇女了。事实上，老人家也很愿意把技艺传下去，可惜年轻人要不是在外地，就是不愿意学，几位阿嬷只能空着急。另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，就是几位阿嬷的台语响脆流畅，好听得不得了，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。现代的政治人物想学台语，就该来这里 long stay， 只会说爱台湾或者 home home， 实在是贻笑大方。一番折腾，气卡贵一颗颗漂亮入笼，让人口水直流。鼠曲草又叫错角草、黄花曲草等，是菊科鼠曲草属植物，亚洲、非洲、美洲、欧洲都有分布。全株密被白色棉毛，适应力强，大量生长在耕地中。嫩叶是清明时节制作糕点的原料之一，又称清明草。